话呢，如果像刚刚的动作哦，你可能要做很多很多的步骤才有办法完成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一键就完成的话，好像我刚刚这边有做，那怎么去把这个部分完成呢？我先 demo 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瞬间就完成了。那实际上呢，做哪些事情哦？这个地方可能你第一个你需要把那个所谓的开发人员先叫出来。哦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的电脑本身是没有开发人，预设是不会出现的，啊，那不会出现的话，表示说哈，你可能还不会做刚刚的自动化的动作啦。那怎么办呢？第一个啊，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啦，慢慢，如果你要提升你的工作效率，这个可能有其必要性哦。那你可能就是切到开发啊，开发人员怎么叫出来哦？请记得哈，因为每一个电脑的版本哦不尽相同，但是。如果我是2010以后的版本，它的位置一定是在上面有个箭头，里面有个其他命令，其他命令里面的话有个制定功能区，功能区里面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在制定功能区里面哦 ，OK， 所以切到制定功能区，然后呢，你会看到在你的右手边会有个开发人员，预设值是没有打勾的，也就是一般电脑哈，假如说你完全没学过所谓的那个 VBA。这个部分的话，那应该是没有打勾了。那没有打勾怎么办呢？你就把它打勾一下。所以预设是没有嘛，你把它打勾，按个确定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你打开，哎，你的上方就会有个开发人员标签出现了。OK， 所以其实啊，有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同事哦，身边有没有人把这个打开。如果有打开的话，表示说它的程度应该是跟没打开的会有个落差哈。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。之前啊，我有问过同学说，奇怪你怎么会来上我的其他像那种 VBA 课程，然后他说，因为旁边的人都会啊，身边的人每个人都会，但我就不会啊，不会怎么办？感觉人家都很厉害了，按下一个按钮，什么事情都做完了，那他就觉得说不学这个好像不行了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都这么快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的啦，哈，啊，第一个啊，所以怎么把它打开哈？这边哦，其他命令哦，制定功能区开发人员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你可能要记得，就是说呢，将来如果你要写一些东西的话，你要找到在这个开发人员的最左边有一个 Visual Basic， 就这个东西哦。那如果你要自动化哦，打开它哦。啊，其实我这边的程式刚刚所做的动作哦，其实我把它概括成有几个动作呢？总共会有五个动作。那这五个动作包含就是取消扣篮至终，跟把资料复制下来，好，其实这边哈，会有两个动作，然后呢再插入栏，并且呢帮我把那个名称加上去，那最后再把我需要的东西查出来，最后做一个自动栏宽处理，好，那我大概哈再把这边细部的东西哈再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。基本上哦，当然因为刚刚程式跑太快，如果你希望它跑慢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所谓的那个上面有个侦错哦，侦错里面有个逐行，逐行就是它可以慢慢跑给你看哦，所以我它旁边有个逐行，就有一个叫 F8 了哈，你可以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们回去哦想要试试看，但是你还不会写程式的话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哦？就是说你开启它之后啦，假设你这边什么都没有的话哦。就像这样打开它就是空白的，那你可能第一个先找到我放那个程式的地方，那我程式我刚跟各位讲了，有些程式因为哈、没有把它放在讲义里面，我会把它放在云端上，云端上面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刚刚那一段程式哦，从 sub 到 sub end sub 就我刚刚的那一段程式啊，如果说你回去有兴趣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，第一个先开启 Visual Basic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打开它之后呢，请你在这个任何地方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，因为呢我们写程式的话哦，都会写在模组里面，所以你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，然后呢假设你要试试看的话哦，你可以把刚刚的那个程式哦，从那个云端上面，因为这个都是可以复制的，也可以贴上的，你就把这一段程式嘛 Ctrl-C太多了，好吧，这一段程式部分呢、哦，把它复制，然后贴的话呢，就贴到刚刚那个位置 ，Ctrl C，OK，、OK, 然后呢 ，Ctrl V， 好，这样的话，
接下来哦，建议你是配合什么？配合那个 F8。那我逐行跑给各位看一下，刚刚那个动作是我们手动嘛，现在的话呢是让程式自动。那这个原理原则 ，for 就是回圈，回圈就是重复做，重复做什么呢？帮我把这个范围所有的储存格里面哦，做什么呢？取消跨栏置中。那跨栏置中的话呢，在英文里面叫 making， 好 making 哈。然后呢，如果要取消的话呢，就是 unmaking。OK，unmaking、okay, 的话呢，就是取消跨栏置中。那所以呢，我跟他讲说，你帮我把从第二列到第二十列里面的 C 栏里面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呢，帮我做取消跨栏置中。所以我按 F8， 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就 unmaking 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就取消了。好，那底下的话一样了，所以你就一个一个，你看它从头到尾都帮你把它全部呢跨栏置中取消了。取消完之后的话呢，再做第二件事。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呢哈，里面储存格里面是空白的，哎，所以呢一样，我跑范围一样是从第二列到第二十列，判断什么呢？它的 C 栏哈，特别注意哦。所以这边会多学一个，刚刚是用 range 啦 ，range 物件指的是范围物件，哪个其实指的也是储存格，另外有一个是 sales 物件，也是储存格 ，OK， 那只是说指的方法不太一样哦。那我们一样哦，先确定一下里面是不是空的。空的就是两个双引号，哎，如果是空的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把它的上一列的资料 ，i 减一，同一栏的资料呢，帮我 call 到它的位置里面去就好。程式是这样写哦，所以把它这边执行一下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第三这边空的哦，它会自动帮我把上面的复制下来。你有没有发现哦？这边就多一个了，哦，那一样的方法，哎，再复制这一个，啊，再下一个，因为有，所以它跳过了。我是判断里面有没有，有的话就跳过，没有的话呢就把上一列的资料帮我复制下来，好，有没有？这个 A2 就出来了。那其他一直可以推了哈，就分别把这资料呢一个一个帮我把它全部，那这个全部执行它就瞬间就全部完成了。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逐行跑，让它一个一个帮我跑，至少比用人工来快太多了哈。那当然呢，接下来就是全部跑完之后的话呢，剩下就是什么插入栏。那插入栏的话，我这边用一个叫 columns 的物件，啊 ，columns 指的就是什么呢？目前的栏哦，用栏来，那第几栏？第四栏后面用 insert 插入一栏哦，所以这边插入一栏，然后呢，并且帮我把上面的这个加一个区域两个字，哎，上面就区域两个字啊，在第三栏再插入一栏产品名称啊，最后的话呢，就是把那个 VLOOK 函数函这个公式呢，全部都帮我丢到储存格里面去。OK 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我这边设中断点好了，全部执行，全部 OK。最后呢，再做一个自动调栏宽，就 columns 点 auto fit， 全部完成了。哦啊，当然大家演练一下细节部分哦，因为我们课程重点不在那里啦，所以我只是分享这一段程式给各位。如果回去有兴趣的同学，你就自己到云端上复制贴，自己玩玩看。那至于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哦，要不就是。了解 VB， 要不就是到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有细节说明哦，给自己稍微看一下哦。那这样的好处是哈、哦，以后呢你就可以透过程式全部都完成了。那下一步就简单了，所以你如果每天做的事情啊，记得了哈、哦，不要每天再做一遍，太浪费时间了哈、哦。把程式写出来，那事情就解决了。那做完之后的话哦，待会我们会需要请各位呢再帮我完成两个东西。第一个，哎，我希望哈、哦。把刚刚的资料帮我做成两个报表，那这两个报表我先暂时先不要用枢纽分析做。其实枢纽分析哈、啊、里面的一些功能跟 Excel 里面的函数有非常大的关联性。如果你不懂得那个 Excel 里面的那个函数用哪一些，你当然会对枢纽分析当然就不是那么了解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做两个简易的报表，第一个报表是什么呢？就是产品的报表，那里面我希望知道说，哎，在这个刚刚那个资料里面哈、哦，它销售的产品里面呢，它销售的笔数是几笔，它的销售额加总是多少，它销售的台数是多少？哎，假设是这样的一个简易的产品的报表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是区域。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按照区域来帮我做的话，假设这个报表啊。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
讲义里面的第20页跟第22页哈、哦。那做法上面，当然第一个，我先产生空白的资料范围。所以第一个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先把那个空白的资料呢先做出来哦。那第一个的话，请你先把这边先插入一个新的空白的那个工作表哈、哦，新增一个空白工作表。第二步的话哈、哦，因为我需要的那个报表前面是产品名称嘛哈、哦，后面是笔数。销售额跟单位，所以呢，我可以直接拿什么呢？刚刚做出来的，哎，产品名称这边有，所以把它复制一下。你可以把这个复制到这前面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把它栏宽拉宽一下了。再来就是这边是笔数啦，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稍微打一下笔数、哦。然后并且呢，帮我统计什么？统计后面两个栏位是两个栏位哈、哦，还有什么？哎。这个销售额跟单位，好，把这两个复制一下，然后一样放到这边来。那再来栏宽稍微调一下，好，栏宽调一下。然后笔数的格式不对，所以我可以用复制格式的方法，把这边的格式复制到笔数。好，那并且哈、哦，把那个框线再画统一好了，全部都红色的框线。好，那框线记得哦，是在哪里呢？常用这边有一个。画框线的地方哈，应该都会吧哈。框线的地方，那请你找到最下方有一个其他哈，其他的这个框线，哦，可以把这个其他框线哦点一下，然后把记得把范围先选取，然后呢其他框线呢，那绘制的方法我的习惯是这样：第一个先选颜色，选红色的，好。第二的话呢，外框跟内框点一下，按个确定，这样子呢全部的框线就画好了，所以外框。内框按个确定 OK 好，那这样啊调一下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这个空的哈、哦，那这边的话名称我叫做把它配合我们这个报表里面哈、哦，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叫简易报表刮胡产品好了，假设我的工作表名称啊、哦、底下把它贴上哦，叫这个啦，或者你自己打一下简易报表刮胡产品哦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做完了这个报表的表格之后的话，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帮我统计一下，哎，这个大哥大手机在我们的通讯产品里面哦，总共的笔数是几笔？几笔 ？OK， 哎，几笔怎么算？那不是叫你用人工算的哦，是要用方法。OK， 所以这里的话呢，实际上提示一下，你可以用康里福哦，因为它是。计算几笔的话，一定呢就用 count， 但 count 里面呢，这个范围里面我还有个条件是要找什么？找那个大哥大手机这五个字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第一个，如果我今天做完这样的一个简易的报表里面，那我要查询的话，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第一个提示用 count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要把这个单位台数跟销售额。这两个，哎，你会说里面有数字哦。我今天不是用算几个，我是要算它里面，如果是什么呢？大哥大手机就帮我把这个数字加起来，是其实就累加的概念。累加起来的话，那提示哈、哦，你可以用 sum if， 所以 count if 跟 sum if。那其实 count if 跟 sum if 啊，实际上呢，在枢纽分析表其实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其实两者是互通的。哦，只是说呢，哈、哦，很多人不知道哦，原来枢纽分析表实际上就是帮我做康里福跟三里福。那只是说呢，哈、哦，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第一步哦，简易报表先做出来，好、哦。那第二步的话呢，帮我把这底下的三个栏位里面的东西，利用刚刚提示的康里福跟三里福，帮我做出结果来，哦，做出简历的报表。可能我今天呢，我需求很简单，我只是需要统计这三个栏位。需要用枢纽分析表吗？其实有时候不需要了，杀鸡不用牛刀了，哦，不然的话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复杂。所以简单的事情用函数，复杂的事情再交给枢纽分析表或其他方法。OK 哈、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。第一步哈、哦，刚刚讲的啊，所以我刚刚哈、哦、补充了两个，第一个程式部分哈、哦，那程式当然比较难。所以你看个人情况哈、哦，如果你的程度已经到这边了，你其实可以延伸出去的，哦 ，OK。所以以后啊、哦，如果你 SEO 已经是达人等级的话，当然你告诉我你不会写程式，你应该称不上达人 ，OK 啊、哦。
所以你恐怕还有必要哈，再把程式部分补上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，做一个简易的报表。OK， 那简易报表里面呢，我要统计这三个栏位。